尊敬的周教授，诸位教授，诸位同学啊，还有诸位嘉宾啊，佛门里面的诸位法师，大家下午好啊。今天这一场讲演我到现在还不清楚啊，是什么人促成的，给我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啊，生命轮回宇宙奥秘，这个题目太大了啊。我最近这个一年多来呀，我们在电视在网络吧，与许多朋友们在一起学习贤首过思的望境还原观。这一篇文章呢，文字虽然不多，确实是讲这个问题。讲宇宙的奥秘，讲这个生命轮回，生命怎么来的，宇宙怎么形成的，跟现代科学讲的不一样可是也有很接近的地方那就是最近近代的这个科学家发现这个物质的宇宙不是真的物质从哪里来的？无中生有这个说法呢，跟还原观点很接近确实是无中生有。那么宇宙的现象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学过大乘经教的同学都知道金刚经上说的很明白金刚经在中国可以说是第一部经知名度最高的。在过去无论学佛或者不学佛的这些世代读书人呢，没有不读金刚经的金刚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是什么？相是现象，我们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的现象这就把整个宇宙概括了。它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么金刚经最后有一首偈子是非常出名很多人都能够记得，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因缘生法也就是有生有灭的法。你说哪一法没有生灭动物有生老病死，这是有为法。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我们讲的星球它有成住坏空大概除了虚空之外你找不到一法不是有为法那就说明这些呢就像梦幻泡影一样这四个字释迦牟尼佛在49年讲经教学里头应用的最多这四个字是以梦为主后面幻泡影都是衬托的它主要的这叫梦。那我们知道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那梦中东西是有还是没有呢？说实在的话，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真有就佛举这个例子好那我们现实的这个宇宙这里头的万物包括我们自己身体
跟这个非常相似啊，也不能说有啊，也不能说没有啊。这个理很深，我们今天呢到这边来讲呢，我也简单的画了一个表，这是我们讲演的大纲啊。可是这个内容很丰富，要照这个讲起来呀，大概十几个小时也讲不完啊。我们今天是简单的跟诸位介绍啊，这宇宙之中到底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奥秘啊，从哪里来的？佛法里面讲，讲自信，讲本性，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一切万法了，都是从它变现出来的。而自信的本体，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有类似的地方啊，但是没有佛法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们把它配起来讲啊，我们讲中国传统的学术啊，大学里面讲的三纲：明德、亲民、至于至善。很像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大是讲的体，方啊是讲现象啊，大是讲本体，哲学里面讲的本体的形容，广呢是作用啊，它这个用途其用无量无边啊，啊，要光其用。明德在啊，我们这次是用这个贤首过世的啊，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啊，这就是用华严经的方法来修行，让我们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那性是什么呢？性是自信清净圆明体，这个在现在哲学里面讲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从它里面变现出来的。但是这个体呢，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那什么都不是。宗门大德说，设思一法即不中啊，没有法子跟他比拟，找不出东西来跟他相比，他在不在？他在，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他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的。你看，这外国科学家发现的也很有道理啊。物质是哪里？无中生有。啊，那个无就是自性。啊，它会变现出来。它为什么会变现呢？啊，那我们先要把这个东西有个概念啊，自信有概念，自信是什么样子？那得找明心见性的人，让他们来谈谈自信是什么样子。啊，那么第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明心见性的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可以说是代表我们现在所讲的知识分子，好学啊，很用功啊。他是王子出身，你看他十四岁啊，这个十九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啊，寻思访友啊，到处去参学去学习。他学了12年。啊，到30岁，啊，
我们能够想象到他的身份，这王子的身份是很特殊，聪明好学。这样的人，哪一个老师不喜欢？当然他非常喜欢，乐意去教他。那么在当时，印度的宗教跟学术是那个时候世界的最高峰、顶尖的地方啊！那么印度人做学问，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禅定啊，就我们佛门里讲的四禅八定，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发明的啊，这是古婆罗门教。古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啊。那么我跟他们往来很多啊，这里面写的这个长老啊，我认识的很多啊。他们告诉我，他们应该有一万多年的历史，这是我们能相信的啊。婆罗门教他不重视历史，不重视文字记载，他重视禅定啊，禅定的可以突破空间维次，直接看到。那么是全世界呢，对于宗教啊，都承认它，至少有8500。那我们佛教呢，在世界上公认的，今年是2553年，是吧？啊，那这样说起来呀，印度教至少超过我们5000年，啊，所以它历史悠久。那么不但宗教普遍的修定，学术界的也修禅定啊，所以禅定在当时是印度是一种很普通的这个风气，大家都修啊。那么能够入禅定，入到第几个层次不一定，我们也能相信达到第八定的人呢一定不少啊。那么这个六道这个事情呢，是在定中看见的啊，由四禅八定的功夫啊，对于六道轮回里面的空间维次啊，可以全部突破啊。那么他最高的定功，上面可以看到非想非非想天，下面可以看到阿鼻地狱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不是一个人见到的，只要你修定了，你都能够见到啊。所以这个是事实上存在的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相信不例外啊，他的这个功夫肯定达到最上乘啊。但是对于一个好学的人来讲，这里头有问题，我相信世尊也有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外面还有没有世界了？啊，我们都能想到这个问题，我相信释迦牟尼佛也想到。但是这个问题呢，在印度无论是宗教学术啊，没有法子解答。啊，那么在印度当时，把四禅天、四空天呢，就认为那是宇宙的缘起，啊，特别是四空天，啊，我们中国人也说的“混沌初开，乾坤失变”，这个话呢，就很像四空天的那个境界，啊，把这个当作宇宙的开头了，没有认真的再去向上追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当然是不太满意，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啊，学了12年呢，所以他就把这个12年所学的东西统统放下，
到恒河边上找一棵大树，在大树底下入定，入更深的禅定，超过八定，入更深的，入更深的定呢，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完全解决了，这叫大彻大悟，这叫明心见性。诸位要知道，这二年所学的要不放下，他不会见性。古印度这些人学了多年呢，不肯放下，所以他见不了性。大家不肯放下叫所智障。佛见性之后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自信都有自信，你为什么不能知道？华严经上特别说得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说得很清楚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为什么见不了呢？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这里面妄想是所知障啊，所以佛这就是示现的，教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可不可以学？可以学，学不能执着，一执着就变成障碍了，变成所知障了。所以佛家讲啊，障碍明心见性两大类障碍，一大类是烦恼障，一大类是所知障。所以《金刚经》上佛说的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法，可以学，学了你的放下，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你看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讲的好啊，我们用什么样心态来学佛呢？听经闻法读经他教导我们不执着言说相听经的时候不要执着言语不要分别言语。那读经呢，文字是言语的符号，言语不能执着，文字当然也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错了所以你要晓得，它是一个敲门砖，它是一个指路牌，它不是目的地这个要清楚你可以循着它的指示往前面走走到那你就把它丢掉就不要再去理会它了，你才能达到目的地所以第一个不能执着言语文字，第二个呢不能执着名字相。经典里面许多的名词术语，那是为了方便起见帮助你回归自信你一执着呢你就回不去了比如说我们从高雄到台北，你看到高速公路的那个牌子台北，你以为那就是台北了，那你永远不能到，所以名字相不能执着给你说佛说菩萨都是假设的，你要执着真有佛真有菩萨就坏了，你就不能成就了，你不执着你就成，你真的是菩萨真的是佛陀这是第二个名字相不能执着。第三个呢，心缘相不能执着。心缘相我也听了我懂了，你没懂你错了所以你要听怎么听呢？你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分别，不能执着，那你就真懂了你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会跟慧能大师一样你真的懂。你一起心动念就不懂了，为什么？起心动念是无明，是烦恼障，分别执着的那是更严重的烦恼障烦恼不能见性的，无明不能见性，它障碍了所以这所知障和烦恼障都是严重的障碍
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之后，把这个心性形象用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很详细啊，时间也很长，我们在经典上讲的他用的二期十四天，也有经上讲三期二十一天，他做报告啊。这个报告是什么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详细报告啊。啊，明心见性什么样子？心的体、心的相、心的作用啊，非常详细。那么在中国，诸位要知道，也出现了一尊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同一个境界，绝对没有差别啊！这大家晓得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释迦牟尼是表演知识分子啊，是现在讲是有文化的啊。慧能大师跟我表演的是呢，是不认识字，没有文化的。哎，他也能见性，就说明明心见性呢，与有文化没有文化没有关系啊。你有没有读书，有没有去学习也没关系啊。慧能大师一天经都没听过，一堂课都没听过啊。你看《禅经》第一篇的时候，就是他的自传啊，他没有听过一堂经，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大部不必说，连小部经他也没念过。那么五祖仁大师居然把这个衣钵传给他啊，什么道理？他明心见性，他为什么明心？放下了。所以诸位要晓得，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回归自性，这就叫明心见性啊。所以秘诀是在看破放下。那么我记得我是26年接触到佛法啊，那个时候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方老师最后一个单元给我讲佛经哲学，我非常压抑，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啊，是低级宗教，什么叫低级宗教？多神教嘛，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啊，唯一的一个真神。佛门里头什么都拜，啊，那个是那个神就是数不清的，就是叫泛神教，泛神教就是多神教，啊，在宗教里头啊，这社会是低级的。我说他哪有这说？啊，方老师说你啊，很严肃地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懂啊，这释迦牟尼佛是大哲学家，那我头一次听人家这么讲过啊。佛经哲学了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样子了，接受他老人家教诲，把对佛教以前那个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啊。那么他老人家很慈悲，还告诉我啊，所以你要真正想学佛经哲学，在现在寺庙里头你可能找不到，不是到哪里去找了经典。他说你要找以经典去学，就在过去这个寺庙里面的出家人，那真是了不起，有大学问啊！对，现在一般的时候，他不研究啊，所以你找他，可能你会得不到。这个话说的很有用处啊！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接触一些人，他都不懂的话，往往我们会退心
啊，认为就方老师说的话有问题，啊，他把话讲在心里，叫我在经典里面去找，你才能找到真正的东西。啊，这个是我学佛的因缘，啊，所以绝对不是这个一般的这个缘分的，介绍我去拉我去学佛不是的，啊，我们真正从学术里面下手的，啊。那么慧能大师他放下之后，所以以后我是从方先生那里这个明白之后，我认真学搜集这个佛教的经典，在当时民国42年啊，那一年我26岁，经典很不容易找到啊，全台湾只有三家印佛经，而且数量很少啊，种类也少啊，这个台南呢庆芳书局，台中呢瑞城书局，台北呢那是朱金洲老居士，几位居士搞一个台湾印经处啊，没有固定的这个住所啊，有这么一个机构啊，他们也数量很少，很不容易得到佛经。啊，所以方老师指导我要看这些经书，我都到寺庙里找大藏经去抄。啊，我记得我还抄了十几部经书。啊，你找不到吗？哪像现在太方便了。啊，印刷术发达了。要什么资料啊都很容易啊。那么接触佛教之后，这个缘分还不错啊，大概两个多月我就认识张家大师，这是个出家人啊，是藏传密宗的一个大德，这是一个朋友啊介绍我跟大师认识啊，大师那个是那一年65岁啊，我26岁，他65岁，他大我39岁，祖父辈子非常慈悲啊，对我很爱护。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就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啊，我说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了解佛法博大精深啊，微妙到不可思议，说我请教大师有没有秘诀让我很快就清楚啊，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等他开示啊，这样我们就沉默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他看我看了半个多小时，我也很有耐心在等待啊，半个小时之后啊，他说了一个字，有，我们的精神来了，耳朵也竖起来了，他又不说话，有之后就没有，又不是又不说话了，然后就再等，这次大概等了5-6分钟，他给我讲，看得破，放得下，我第一天跟他见面啊，我没有耐心的，没有定功啊，我就听到似懂非懂，就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你要从布施。你看第一天真的，他一点保留都没有，把这个转凡成圣的秘诀告诉我。可是我并没有真正懂得，如果真正懂得了，那我就变成慧能第二了。没真正懂啊，似是而非的懂得了啊，到什么时候才懂？过了20-30年之后才懂。老师没有骗我啊，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但是你要晓得，为什么一个问题提出去了？看你半天啊，半个多小时，这也是
二三十年之后领悟到。为什么？年轻人心浮气躁，心浮气躁怎么能学佛呢？不但佛没法子学到，世间学术你也得不到啊！真正得到东西，人要稳住，心地清净啊，精神意志集中。印光大师讲：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那我们都是毕竟是年轻的，比一般年轻人还好一点。如果不好一点，他就不肯教你了啊！所以他半个小时没考验你，你有没有耐心？你能不能把这个浮躁的习气放下？这个太重要了啊！所以心浮气躁，听东西都耳边风，不能够领悟啊！我们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那比我那时候差远了。所以你们要找到张家老师，他不会教你，他是一定笑眯眯的给你说几句笑话，啊，让你走开，不教你。沉静重要啊，所以他还是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啊，就是看到我还有心浮气躁的习气啊，必须要将我要放下，哎，再跟你说，说了之后你一辈子不会忘记，说了之后你会真的去干啊，所以以后我们的恍然大悟，佛教给我放下执着，与世俗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你就是阿罗汉，你就成正觉了啊！所以佛法学什么？佛法所追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梵文音译啊，可以翻译，为什么不翻译？叫尊重不凡啊！这是学佛唯一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求这个，这就是自信啊，这就是明心见性啊。啊，执着这是三大类的障碍，这三大类里面都有烦恼，都有所知。啊，第一个。是执着啊，一般大乘经里面讲的见思烦恼，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执着，这个放下了你就成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你就成正觉。正觉这是学位，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所以诸位要晓得，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啊，佛是最高的学位啊，像波斯一样，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那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啊，所以你放下执着，你就得成正觉，那你就是阿罗汉。再放下分别呢，那你就提升了，你是正等正觉，你叫菩萨啊。如果再把妄想放下啊，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啊，在一切法里的不起心不动念了，那你就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那你就把佛陀的学位达到了啊。所以他这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取得学位的条件呢，你就你放下都多少啊，你把这个都放下。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诸位看禅经知道的故事，半夜三更啊，老和尚召见他，给他讲金刚经大义啊，我们相信没有书本啊，他不认识字啊，不用书本的讲大义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彻底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解经见性是怎么样子，他要得去报告啊，
他报告出来。他报告只讲了20个字。释迦牟尼佛的报告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你就要知道，《大方广佛华严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慧能大师的20个字。这20个字展开细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一浓缩呢，就是慧能大师20个字，不增不减，妙不可言呐！能大师说的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你看这个条，自信清净。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这就是下面的圆明，圆是圆满啊，明是智慧啊。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在语言里头啊，本不动摇是自信本定啊。楞严会上讲的首楞严大定啊，华严经上讲的四字分性三昧，都是讲本定啊，本不生灭啊。一部华严经呢，就细说这个5句，详细的讲解啊。所以说是这个能大师在中国啊，应以比丘生得度者，即现比丘生而为说法啊。是世尊在印度那个时代，应以佛生得度者，即现佛生而为说法，像观世音菩萨32应。应以什么身就现什么身，那境界完全相同啊，没有两样啊。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佛啊，《华严经》上佛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骗人的。那为什么呢？自性清净圆明体。我们无论沦落在哪一个法界，我们是法界，这个6道里面有天，有阿修罗，有人，下面畜生魔鬼地狱，无论你在哪一界，你的自信没变。所以从自信上讲呢，你是佛，你是真佛，不是假佛。从现象上来说呢，你是个迷惑颠倒的佛，就是如此嘛，迷惑颠倒不是真的，你会恢复。所以马明菩萨起心论说，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有不会失掉，你决定会成佛，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为什么呢？不觉是假的，你总有一天你会丢掉，你想明白了你就把它舍掉了。所以学佛的秘诀，就张家大师告诉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烦恼习气。这叫修行，这叫真功夫，不是念多少，每一天拜多少，不是这样。真正放下。放下烦恼，放下分别执着，那个妄想我们是决定没办法的，暂时不要去理它，先从分别执着下手。为什么分别执着放下？那你就是菩萨了。先从这里下手，不它有次第的。如果说先开头啊，就想把妄想断掉是不可能，妄想起心动念，这个念头非常危险。
都是从其一变现出来。啊，我们的老祖宗明德，明德的时候，现在他上下面加个名字，明明德。那上面加了个名词呢？那个名词是动词，那个名词是动词，这个明德是名词。再加上一个明明德，你想想看，这什么意思？你的明德已经不明了，谁才叫你明明德了？不就这个意思吗？如果本来明德上已经是明的，再加个明，那不多余的吗？啊，这就是这个从名词上说，明明德，我们已经是迷惑颠倒，已经是已经变成无明了。啊，这个意思要懂。啊，那么它起作用，清明。那这是一念不觉吗？而有无明啊，明德不明了，那就起作用啊，起作用现象啊，什么现象的呢？现代科学里面讲波动现象啊，这宇宙的起源啊，是自性里面起了波动。那自信是真的，是真如，它怎么可能会起波动？它起波动的不是假的了，不是真的。对，这个话就问得很好，它真的不会有波动现象，可是波动现象真的起来了啊，起来这呢，这叫无明，因为自信它是明的，明的，起了一念妄动的话。那就不明了，明就失掉了啊，失掉就叫无明，所以这一念妄动啊，就变成明就失掉了，就变成无明啊。你看我们现在晚上白天的时候，你有错觉，你不知道天空是黑的啊，因为有阳光啊照着，你不晓得，把太阳拿掉了，月亮拿掉了，星星拿掉了，天空什么样子？一片漆黑，那叫无明。如果你见性啊，这个天空是光明，不需要日月星辰，很光明啊。所以佛家叫大光明藏啊。那我们净土宗里面呢，最高的这个净土叫常寂光净土，那就常寂光，自信是常寂光啊，永恒不能是一片光明。为什么现在变成漆黑的？我们念头动啊，就是有无明啊。你无明有没有断？你就从这里去看，无明要是断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透明啊，没有这个黑暗的现象。如果还有看到有黑暗现象，你的无明没断，这是真的啊。那么这种波动太微细了啊！啊，所以科学家给我们讲宇宙的起源是大爆炸，那讲不通的，那里的问题很多啊。佛这个讲得很圆满啊，佛问弥勒菩萨，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菩萨处胎经》。这经并不长，《菩萨处胎经》里面说的啊，佛问弥勒菩萨，他说：“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了个念头啊，这个我们能我们起了个念头，但是我们对这个念头啊，只起来啊，实际上真相不知道。”啊，所以佛问弥勒菩萨，就让弥勒菩萨告诉我。弥勒菩萨可以说是唯识专家，是佛门里面的心理学家。那唯识是心理学，啊，由他来回答。弥勒菩萨告诉啊，这心有所念，这几念
即行啊，即相，这即相即实，相就是形象物质现象，实是精神现象啊。在这一念里面，我们凡夫起这个一念里头，里头有几个细念，有几个物质现象，有几个精神现象。弥勒菩萨回答说，残止啊，这残止，一残止情有32亿8000念，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就是32亿乘10万，那多少呢？320兆啊！你看，320兆一残止，一残止320兆分之1，一残那叫一念，我们怎么会晓得？可这种微细的念头啊，什么人才能够感觉到啊？那真叫功夫，心思非常灵敏的人，极其微细的波动他能感受到。佛在经上告诉我，八地菩萨，你有八地菩萨的定功啊，你就能感受到。9地、10地、11地是等觉，那越来越清楚。这一念起来的时候，他说念念成现，就是每一个念头啊都会现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呢都有精神现象，精神跟物质是同时起来的啊，同时起来的，都是从一念不觉。所以这个一念不觉，我们讲呢啊，根本无始无明啊，一念不觉，那个念我们想不到，这个念呢是一残止啊，320兆分之1秒，只一残止啊，不能说秒。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秒啊做单位啊，那秒的时候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能弹4次，可能有比我更快的人弹5次、6次啊，那你就成绩说，我们以4次为标准啊，那320兆啊乘四，1280兆分之1秒。弥勒菩萨讲，念头太微细了，没法子执着，你不能想象，你的想象都几个多少兆了，几千兆的这个念头过去了，你怎么能知道啊？念念成形，那我们今天看的这物质世界是什么呢？是这一种现象的相续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我们现在的我是大概有40-50年没看电影啊。以前这个电影我懂得，我也玩过这些玩意儿啊。电影的底片是胶带，那个胶带是幻灯片啊，里面这一个一个的，一张一张的啊。放映机打开，荧幕上投射一片，立刻关掉。换一片啊，再打开第二片进去了。一秒钟呢24次24张啊。已经把我们迷惑到了。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以为它是真的。现在这个速度是多少呢？是一秒钟假定就4次弹指吧。1280兆分之1秒这个速度。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所以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相虚相啊，不是真的，相似相虚相啊。因为我们看电影的这个底片，这个胶片的时候，没有一张相同的啊，相似相虚相。所以整个宇宙的现象，变法界虚空境，不但是6道18界是这么个现象。诸佛的十报庄严图也是这种现象
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没有真的嘛。啊，物质跟精神分不开。啊，这个我们也是多年解不开的一个问题，一个秘诀。啊，物质里头有精神，我们动物里头说物质里有精神行，我们能感觉到。啊，我们身体皮肤。啊，这个就是这个都是属于物质，我们用针刺一下针痛，真能感觉到啊。那个树木花草你刺的它懂吗？啊，砖瓦石头你就刺它，它能懂吗？它会痛吗？我们很难明了。可是华严经上有一句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怎么解释啊？这一句话说是无情众生，这个众生就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无情众生，他有感觉，他有精神在里头，这是我们无法理解。啊，早年我们在湖光山小时教书，啊，我们有几个老师，有唐义玄，有方伦，啊，星云法师，还有这个慧信，我们几个人常常。这个问题想不通啊。啊，只好啊照着祖师的话说吧，祖师怎么说我们就这么描吧。啊，反正有祖师负责任。啊，那我们这个学教学了58年。啊，讲经也讲了51年。啊，没有证悟吧，有解悟。啊，终于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有，所有物质里面都有精神现象，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是有机体啊。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在大乘教里面得出这个结论。哎，没想到日本江本博士啊，前几个礼拜嘛，到高雄来做了一次讲演水实验，这也是我的老朋友啊，他来看我。哎，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他的讲演。哎，他做了10几年，应该有12、13年了。啊，12、13年。他做水实验。啊，水是矿。啊，试验出啊，证明水有见闻觉知。还有受想行识。它就是有机的啊，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他是活的，不是死的啊。这个试验是我在澳洲的时候，好像是03年，我在澳洲物品法师，他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这个信息啊，把它下载印了4张来给我看，我一看说，哎，他把华严经上讲这个，他证明了，用科学方法证明了，太好了，找他，啊，把他找到澳洲来做几次讲演，啊，这他也很难得，啊，他就答应了，就在澳洲住了几天，啊，那么正好我那个时候出国，啊，所以我没有在澳洲招待他，我们的学院接待他。他也很满意啊！我在之后啊，03年啊，我第一次啊，就是第二次啊，第二次应该是04年啊，03年我这个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是在曼谷啊，那04年的时候呢，在日本冈山啊开会。我就特地到东京去看他的实验室啊，看他做的这个实验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做得很好啊，佛在经上早就讲过。他很惊讶，非常惊讶啊，我说你做的这个实验呢，还不完全，因为佛给我们讲呢，所有这个现象里面呢，它有
色声香味，你现在做的事才让我们看到色相，它有美妙的音声，你没有能实验出来，还有妙相妙味，这个三个你还没有，你还好好用功再去研究，肯定有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有，不仅仅是水呀，啊，任何这个物质现象，通通都有啊！我这一个的讲，对他帮助很大，真的帮助他提升了啊！他就用其他的物质来做的，真的证明确实有见闻觉知，确实有受想行识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能改变世界。现在灾难这么多啊，天灾人祸啊，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念头来的。我们的念头啊不清净啊，恶念太多，所以感召这个地球上啊这么多灾难。假如我们要把恶的念头都洗掉，我们通通都来修戒定慧，都来讲伦理道德因果，给诸位说，这个所现在讲的自然灾害完全没有啊！你看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啊，佛说的这个水灾啊，水灾怎么起来？水灾是贪心所感啊，贪婪呢感的水灾啊，火灾现在地球温度上升。那从哪来的呢？嗔恚，你看人发脾气就上火，嗔恚，所以不能发脾气。我们要一发脾气，马上想到我又替地球温度又上升一点，我要负责任呐！啊，如果地球上人再不发脾气了，气候马上恢复正常，就不会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并不神奇，是有理论依据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风灾是愚痴，啊，地震是傲慢不平啊。啊，你师尊讲的这些话，啊，现在我们用科学也能把它证明，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的念头不能够不善，啊，善还不够。再往上提升清净，叫净念啊，不要有染。你看六道里面有善恶啊，善生感三善道，恶就感三恶道啊。四圣法界里面，十法界了，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有善恶，他有染净啊。四圣法界是净，所以他是净土。他跟六凡六道来比呢，六道是染。他是净，啊，他心清净了，啊，所以见思烦恼都没有，尘沙烦恼也断了，啊，倒是这个诸佛的十报庄严土，啊，那是真清净，啊，真清净还不是究竟，啊，究竟是常寂光，啊，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什么回事情？十报庄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未断，只要他有习气，十报庄严土就存在，习气断了，十报庄严土没有了。所以十报庄严土也不是真的，也是凡事有相啊，皆是虚妄，只有一个是真的，常寂光是真的啊。常寂光呢是永恒不灭的啊，所以慧能大师跟我们讲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纲领原则，就是讲常寂光。常寂光是清净的，绝对没有染污啊，不生不灭，那是我们的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常寂光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说共同一化身啊，常寂光是我们的化身啊。啊，那我们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就会对所有众生就很亲切，为什么？似他不二。你怎么会有矛盾？怎么会有冲突呢？啊，不会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道理啊，要懂，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佛菩萨为什么那么爱人？
没条件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所以这个只要念头一动，啊，极其微细的这个念头的时候，这一阵就现了。啊，一是宇宙，啊，是我们依靠的环境，正就是自己。啊，禅宗里面常说了，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现在我们知道了，本来面目是禅净光。啊，通通都是一个本来面目，都是一样的，没有两样的。啊，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多呢？那就讲它起作用啊，这个作用真的是止于至善啊。这个贤首过思从华严经上把这个借出来，三种周边啊，无论是精神或者是物质现象，第一个是普周法界啊。现在科学里面有所说的所谓的信息全息啊，自信真的是全息啊。我们今天用一些晶体啊，这个电晶片觉得这很进步啊，指甲这么大一块晶片里面可以能够包容啊很多东西啊，能够包容四库全书啊，包容啊大藏经啊，一个晶片就觉得很神奇，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个科技还差远了。那佛告诉我，微尘肉眼看不见啊。今天我们讲基本粒子 quark 啊，这最小的肉眼看不见物质，它里头有整个宇宙的信息啊。这什么道理呢？没有道理，自信本来就是这样啊。在正报里面，我们这个汗毛毛断有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圆圆满满，一点都不缺啊。正报的毛断呢，医报上的位置周边法界，所以它起感应大小啊。我们念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它真的我们的心念呢，这个信息它收到，而且非常快啊，比这个光波快多了，比电磁波快多了。你看电磁波就周边我们这个银河系啊，那也要走几十个光年呢。而自信里面这个信息呢，人一动他就周边法界啊，绝对不是任何速度啊能够跟他相比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我们起个善念，起个恶念，不要以为人不知道，那是假的啊。只有什么人不知道呢？糊里糊涂的人不知道啊。阿罗汉你就骗不了他了，他就知道。那菩萨佛就更不必说了啊。所以菩萨佛在宇宙之间不知道有多少啊。啊，出生无尽，这个变化无穷，这个出生无尽我以前读在这个地方想不通，他怎么会出生无尽，什么个道理啊。哎，有一天忽然想到啊，我小时候玩的万花筒，这一个万花筒。啊，你看三片玻璃放几个纸片不同颜色的，你去断就出生无尽啊。自信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去转一天不可能出现两个相同的现象啊，就这么一点点的 啊。把万花筒比喻作自信，把这个转动吗？这震动吗？这一震动，里面这个千变万化，一下就现出来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啊，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不知道有多少是法界。而且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微尘里头有世界，毛端里面有世界，它没有大小嘛。谁能够进微尘里面的世界呢？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有神通啊，神通广大，能进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居然跟外面境界是一样的。那你就想到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重重无尽呢，这是发现不可思议。所以它没有大小，它没有时间，它没有空间，时间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么佛告诉我们，那个一念就是当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就是当下一念。所以楞严经上佛给我们特别的信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我们从家里面到学校来，到这地方来，你以为有来有去？没有啊。那你怎么来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你想到那个电影那个交权的时候，那个现象你就知道，没有一张是有先后。绝对没有两样的。所以我们在此地这一念就现现在这里。假如这一念也断掉了，断掉的现象就没有，完全没有，就恢复大光明藏。我们只要还有现象在，说明念头没断。极细微细的念头你没断。所以这个相分存在。这个相分断掉之后的时候，连十报庄严图也不见了。就变成长寂光，那就真断了。这长寂光，长寂光有没有感应？我们现在有感应。为什么有感应呢？慧能大师讲的好吧，长寂光就是自清净自净自性清净圆明体，它本自具足。他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但是他不信。为什么？他没有动，他不信。他既然本自具足，那肯定众生有感，感是触动他，他就有业。就像水结晶一样，水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你看，我们以善的念头对他。我们在寂静里面就看到非常美的图案，善念。有恶念对他呢，那个图案显出的图案非常难看。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回到常寂光是究竟圆满佛。依然跟十法界所有众生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自然就有应。这个应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这叫妙啊，妙用啊。不起心不动念，他有感，就像水的结晶一样。我们对他起心动念，他对我们不起心动念，他有反应。所以从这些地方逐渐逐渐的把事实真相呢发现了。那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如何去证实？这个证实就是放下。那你真有能力像释迦牟尼佛、像慧能大师一下放下，那你立刻就成佛。所以凡夫成佛，在理论上讲一念，一念之间。那我们的习气真的是太重了，烦恼的习气、所知障的习气太重了，
想放下放不下了啊，那怎么办呢？啊，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八万四千是六数，实际上无量法门啊，四弘誓愿讲的是真的，法门无量是愿学，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都是成佛之道，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要晓得，每一个法门都是教给我们一些方便法，帮助我们放下看破。啊，如果你不放下，不看，没有看破，那不是佛法。啊，佛法决定是叫你放下。啊，这个道理是通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跟人计较啊，有是非长短不需要，那是毫无意义。啊，你认真断悟修善，这是信德，跟信德相应。啊，这个好。啊，别人的这个不是的地方不要放在心上。啊，记别人的好处，不要记别人的坏处。啊，慢慢的先把你的这个心呢，这个恶的念头、恶的习气断掉，保留善的。然后再进一步呢，善的也丢掉，也把它放下，保留净的、清净的。那最后呢，清净也要放下。啊，为什么呢？自信清净心它没有染净，你还有个净啊，净的对面还有染，那还是个麻烦。啊，所以净也不能要。啊，到最后是你要放下都放下，你就功德圆满了。啊，所以能大师说，本来无有啊。啊，他是把神秀法师记子改了。就是活出惹尘埃啊，实际上是活出有尘埃，没有吧？这是真的吧？所以要进入这个境界啊。这第三个呢，这个无尽含容空有啊，空是虚空，有是万物啊。这一句就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讲你的心量之大了。啊，含空就是心包太虚，容有呢，有就是一切万法，量周杀界。啊，你本来是这么大的心量，现在你这个心量变得很小，小到你两个人都不能包容。啊，甚至于更小，小得可怜，自己一个人啊，还容不下自己，还有矛盾，你说麻不麻烦？啊，所以一定把心量掏开，了解事实真相。这个第二段啊，业的这一段，那就讲我们怎么回头。啊，我们怎么回头呢？啊，说。如何觉明啊？是我们老祖宗里面讲的各无之知啊，各无就是放下，之知就是看破啊。所以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放下分别呢，你就是菩萨；放下妄想呢，你就是佛陀啊。一定要知道。这是佛教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所以佛家讲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学位，所以佛不是上帝，不是神啊，要是上帝的话，人人都当上帝了，不就造反了？那算了吗？啊，所以他不是说是唯一的真神啊，佛法是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学位，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它里面没有迷信，懂得这个呢，
这个道理呢，哎，那个多神教就有意义了。他不迷信啊，他什么？他能包含空有啊，啊，他什么都包啊。那么唯有看破放下之后啊，你才能看破。所以张家大师当年教我，他成佛的秘诀就是看破放下了，相辅相成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从初发心到如来地，这就是秘诀。你要不断的放下，放到最后连放下都放下都没有了，那你就圆满了啊，就圆成佛道啊。所以菩萨51个阶级啊，从摄心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感觉，51个位次。啊，怎么提升上去？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一层一层的，统统要放下，不能留恋。啊，像世尊的表演，能大师的表演，那是顿根。他一次统统放下，说放就放，这是上上根人，这不能学的。啊，我三个老师都这样跟我讲，这三个老师他们也没见过面啊，彼此都很佩服，都很敬仰啊。你说方东梅先生啊，李老师、张家大师啊，但是他们告诉我的话是一样的，就是不可以学不理，是那个学不到的啊，要按部就班啊，像念书一样，你不是天才啊，不是这个天分，你一定从小学、中学、大学慢慢念上去啊，这个一定会有成就的啊，这叫渐修渐证。告诉我这个方法，放下看破之后啊，你意就成了，心就正。啊，为什么呢？你不会有妄想，你不会去竞争啊！现在这个社会都讲竞争，竞争是造孽，是在作恶啊！啊，那果报是恶报啊，不是好事情啊！啊，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讲因果，所以因果。因果也是跟这个宇宙缘起同时发生。你看，一念不绝是因，一报正报出现这就是果。所以因果跟这个宇宙、跟我们生命是同时间出现，你不能不相信。对，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你命里面有多少财富？是一定的，你丢都丢不掉啊！到时候他一定会来啊！如果你想把它提前得到，你用正当的方法啊，那就是断恶修善，你果报会提前。如果你用的手段是不正确的，是违背伦理道德啊，你用这种手段所得到的，你的命里面的财富啊，要亏折，就是打折扣。你比如你命里有100个亿，你用手段不正常，啊，居心不良，你所获得的时候顶多获得一半，啊，100亿变成50亿，你自己觉得很得意，其实你已经打对折了。但如果你念头很手段很残酷的话，说那可能就变成了哎，得到个10亿、20亿，亏吃大了啊！你要是以正常是手段说，你得到是圆满，你命里圆满。如果你是好心啊，我有这些财富的时候，我还能够帮助很多啊这些需要的人，
啊，帮助这些这个困难的人，你那个福报会增长，100亿可能变成200亿，这个是自然的，这是对的，所以你就不会跟人争了，不会用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啊，想去获得啊，所以你心正啊，意诚心正啊，真的是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所以我们今天学，现在这个世界混乱啊，乱到已经令人感到厌烦，到这种程度了啊！我在这几年在澳洲啊，代表学校啊，代表澳洲参加这个国际和平的会议，前后参加十几次啊，也认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啊，跟他们接触啊，都谈到这些问题，世界这么乱，还会不会有和平？这问题问得很严肃啊，换一句话说，对和平已经丧失信心了，这还得了吗？啊，联合国主导的和平会议是从70年开始，到现在30多年了。啊，每一年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是不计其数啊，而世界是冲突的频率年年上升，灾害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让大家信心丧失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会议啊，提出佛法的理念啊，中国传统老祖宗的教诲有效啊，啊，能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啊，化解这些灾难，那什么方法呢？因果教育，人都能懂得因果，心就正了，不会做坏事了啊。所以清朝隆安寺他有两句话讲得很好，说人人明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你现在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啊，那亏谁吃啊？自己吃啊。所以今天什么教育最重要？因果最重要啊。那么我这些年来啊，在外面提倡多用弟子规啊，这是因为现在人迷信科学，我们讲因果他不相信，很难接受，所以不得已讲弟子规 啊。弟子规能不能落实呢？能落实而不踏实。那说明文力扬来的时候他又糊涂了，他又动心了，假如他有因果这个概念的话，他不动心那就踏实啊，那个这个十善业跟这个弟子规啊，那就根深蒂固啊。所以中国儒释道的三个根呢重要啊，这三个根呢能救自己，能救世界啊。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因果教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儒家的根弟子规，佛的根十善业道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就是提倡因果教育，非常有道理啊。现在看现天社会越想越有道理啊，所以能听得进去的人啊，多多在这上下功夫啊，要真正去做到感应不可思议 啊。我学佛就从因果入门啊，那是刚刚起步，26岁开才接触。朱金咒老居士啊，送我一本书，这是我第一本看的书，《了凡四训》
我看了流眼泪，很感动啊！啊，了凡先生的毛病我全都有。啊，他还有一点福报，那点福报我都赶不上他，不能跟他相比。啊，用他来对比自己，我在下定决心了，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有很多看相算命的告诉我，我的寿命不长，只有45岁。我相信，啊，我凭什么相信呢？我想的，我祖父45岁过世，我伯父45岁过世，我父亲也是45岁过世，大概是遗传吧。那所以我相信。啊，我不求寿命，啊，因为学佛之后知道净土法门，我希望能往生，就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从来不生病的，啊，那一场是病的时候病得很严重，我自己知道，不找医生，不吃药，啊，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医命，你寿命到了，那没用处啊，啊，所以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关就过去了，啊，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啊，一定要知道，我没有求寿命，啊，我也不求升官发财，我什么都不求，啊，学了佛之后了，希望真的能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出家是他劝我的。啊，他叫我走这个路子，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一生弘法利生。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见道场。啊，走的时候是在树林里面。啊，干干净净的。啊，所以我一生也没有道场。啊，哪个地方请我就到哪里去，啊，处处做客，不要做主，做主很累呀，啊，做客就很自在呀，啊。啊，因为我在香港，我住的这个房子也在香港是算高级公寓，啊，是一个陈老居士，太太跟我同年，今年也83岁，是他的房子，他借给我住，啊，无限期。啊，只给我一把钥匙，啊，那个房子的所有一切开销，他月月付。你说我多自在，嗯。到此地来呢，又碰到这么一个人，我在这边一个白居士，啊，他常年在泰国，啊，经商，我在泰国跟他见过一次面。他是泰国净宗学会的会长，啊，这次到这边来治牙齿呢，他买了一栋房子空的，没人住，借给我住，也是给我一把钥匙，很自在啊。当年年轻，张家大师告诉我一句话，啊，真学释迦牟尼佛。啊，真正发心啊，不为自己，啊，为正法救助，为苦难众生。他说：“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哎呦，这个话说的我真是心定了，不要自己操一点心，自己操心就冤枉了。佛菩萨替你安排吧，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什么都好，啊，都是帮助自己提升。啊，心里要真信的，这佛法有没有成就？头一个是信心，啊，第二个是忏悔，就这两样你就成功。天天想自己的故事，找自己的故事，这叫什么呢？这叫堪布，这是真智慧。把自己这个故事改过来，叫真修行。改过来就是忏悔，
啊，这是真修行，你才不断向上提升啊。啊，如果天天这一天一天都没有过时，这一天叫空过了。啊，你这一天迷惑颠倒。啊，过时怎么找啊？找自己的真不好找啊，哎，找别人的很容易。哎，就用别人做自己的镜子，好找了。你看到这个善人、好人，别嫉妒他。一看到我有没有，我没有跟他学。看做恶的人的时候呢，哎，马上回光返照，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哦，很容易找到。那从早到晚，你看多少人呢？啊，人就是我们自己一面镜子。你要会利用它了，帮助你成就自己。这一面镜子的人，你要不会用，看到好人你嫉妒他，看到了不好的人你怨恨他，你瞧不起他，你天天在造罪业。你那个念佛修行都是白修了，你怎么会成就？所以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身修了，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都在哪里呢？都在自己，我们自己不要看清自己，自己的影响力很大，你真正肯做，自然祖宗保佑你，诸佛菩萨了照顾你，好事是为众生的，为正法求助，不为自己，自己没有名闻利养在里头，你才能得到加持，这个加持的时候会给你机会，我们自己说有缘就做，没有缘不求，你的心才自在。那么这个这样的一生呢，才真正叫幸福美满，不断的帮助自己提升，也真正是全心全意为家族、为人民、为国家服务。我这个后面呢，这什么人改成国家，我是写的是众生，众生的范围大，是吧？为家族、为人民、为众生服务。无量无边的，那这种人呢，就称为圣人，中国人称为圣人、贤人，在佛教里面就称为佛、称为菩萨，所以佛菩萨是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这个是我们学佛的同学必须要知道。这第三段呢，我们讲四教。就是现在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四种教育。现在虽然说一般讲的是教育很发达，其实发达是科学技术。人文的教育疏忽掉了，不会做人。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公司老板不愿意雇佣他。他虽然有能力，他不会做人，功高过慢。不像中国过去的教育，过去教育是以人为本，先学做人。所以我说现在这个全世界社会教育普遍的缺项一个科目，缺德了。现在教育缺德的教育，那怎么办呢？我们来补这个教育，我们来补这个课程，补缺，它缺德，我们要来补缺。所以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佛陀的教育，佛陀教育没有人知道，这么好的东西
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我这个学佛58年来，所以我非常感激老师。啊，为什么呢？老师告诉我，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一生享受到了。那这个享受要不是老师给我介绍，啊，张家大师指我这条路，我们这一生也就是苦不堪言呐。啊，哪有这么幸福，哪有这么美满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认为整个世界啊缺乏的就这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如果能够恢复，这世界有救。啊，所以我是遇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我都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他。啊，希望他们肯做。啊，他们做容易。我们一个平民身份去做，就做得很辛苦很艰难啊，但是慢慢让他去啊，也会产生一种力量啊。伦理是讲关系，认知宇宙万法的一切关系啊。从哪里讲起？从父子讲起啊，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啊，君臣的关系。这君臣现在讲领导与被领导啊，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啊，五伦是道啊。啊，关系处好了那是德啊。那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关系。那在佛法的时候还跟我们讲，人跟整个宇宙的关系，人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什么叫一体？这个讲的真讲到究竟圆满了啊，它是一体啊。这个一体就是自性啊，清净圆明体。那道德呢，处理一切关系的相应心态啊，要相应。我们老祖宗常跟我们说，人性本善啊，所以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社会风气虽然不好，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也是很偶然啊，是在联合国会议当中被我们这帮会友啊提出来的啊。我们做了很多次的报告啊，我从第三次会议起就做主题报告啊。会后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就有很多人问我，艾德法斯你讲得很好啊，我们都很赞扬，但是那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个事情可麻烦了，这太严重了啊，就是没有信心，对于传统文化丧失信心，那这个麻烦大了啊。那现在讲科学，科学拿证据，所以我就想我们要搞一个试验点做出来给他看啊，所以动了这个念头啊，在很多地方就找缘不足啊。2005年我回到老家去看看啊，70年没回去了啊，回去的时候还有一些族兄弟同辈分啊，就把这些年来在国外遇到这些事情跟大家谈谈，想搞一个点做实验
家乡的父老兄弟听到之后很高兴，回家在我们家乡做，这个地方领导也很赞成，这么一起就合成了，就在我的老家安徽庐江汤池小镇，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是在一个乡下下有12个村庄，好，我们用这个做实验点用什么方法教呢？就教弟子规，就这一门怎么教法呢？这一个地区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搞成功如果我当时想教年轻人，大人不学，他们不相信，叫学生学，老师没有去做到，学生不相信，丢掉4代了5代了差不多将近1个世纪了，现在在恢复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起学只要在这个地方的居住的统统学全民教育做成功了原来我想的应该2年到3年才能够做成功，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成绩卓著。让我对三字经上这两句话赞叹到五体投地，人之初性本善，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怎么一教就回头了所以这一个小镇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心整个向善觉得做不善的事情觉得羞耻，这个太难得了所以这个做成功了，我就想到怎么样到联合国做介绍，祖宗安排，这不是人安排啊，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来找我找我主办一个活动，不是谢办，主办这什么活动呢？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纪念，主题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这个太好了所以我就一口答应，把汤池我们这个半年多不到一年这半年多的成就在联合国做8个小时的报告，做3天的展览，我给他要了一个展览厅许多图片展览，这个会议成功汤池也一天就成名了驻联合国，世界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的代表大使都愿意到汤池亲自去考察去看看，搞成功了所以这是俗尊安排的，佛菩萨安排的，这哪里是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现在我们交给中国政府去做政府也有一个计划我相信他们会做得很好所以这一次我这个牙齿出了问题到这边来治牙周病这刘大夫给我一看，他告诉我严重的牙周病，他说你应该10年前就应该来看，那他80多岁再来看就比较上困难就是他很细心替我治，治得很不错时间要长一点所以这是一个缘分。那么这次回到台湾来那么台湾我们这个华藏卫视安排了跟当地一些政治人物见面访谈，那么我这种事情我从来没遇到过也从来的时候没有读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讯
跟政治这些人往来，所以我就找了个朋友，你们去找一本三民主义给我看看。我用3天的时间把这个看完了，很难的。所以先生在当时啊，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的这个认知相当的深远，但是三民主义失败了。失败原因在哪里？也是权力。民族主义是讲团结族群、团结政党的，也没做到。民权主义在这个台湾是落实了，但是问题很多，有严重的贪污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中山先生当时就了解，因为民权是外国传来的，不是中国东西。在当时，民权主义的流弊很多，这很难把它杜绝。那到现在当然是更不容易了。所以这个里头有问题。民生主义只注重到物质而精神的生活组合，所以通通都有缺点。我看了之后，我说应该把德补进去，它就是很好的东西。我说民族主义的精神，孝悌忠信，用孝悌忠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民权主义要用礼义廉耻，大家都懂礼义廉耻，这民权是好民权，去解决。民生主义要仁爱和平，你看这中国这12个字补进去了，它就是很解决，它就少了这12个东西。所以我说好，我跟他们谈话就有话谈了，这个时候谈谈这些东西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还是因果教育啊，这因果的时候才踏实啊，人知道自己的命运，能够改造自己的命运啊。所以佛家不是定命论啊，不是虚命论，承认有命运，命运是你过去生中造的啊，不是别人给你，所以你自己造，你自己可以改啊。那袁了凡看这个于金义啊，他们改造命运非常成功啊，效果卓著。那我给诸位说了，我改造命运也成功，我比他们还成功。所以这个都是真正相信啊。所以中国有句谚语是：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你要不相信老人的话，你的亏可吃大了。这老人说祖宗啊是老人啊，那佛菩萨是老人啊，你听他们的话绝对不错啊。那佛陀教育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啊。那么在中国5000年来，历代古圣先王的设施，用艺术的方法来推动这4种教育啊。所以硬体设施从前有祠堂啊，祠堂是伦理；有孔庙，孔庙是提倡道德；有城隍庙，城隍庙是讲因果；有寺院，是佛陀教育。所以这4种设施将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这是外国人呢读中国历史都非常佩服啊。这么大的这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他是用什么方法来治理，治得这么好啊？改朝换代的动乱也不过这5、6年，5、6年他这个政权一稳定，治理作乐马上就恢复到安定。这个安定我在历史上看大概可以有100年到150年，这个太平盛世真不容易啊！就靠这4样东西，发挥多么大的作用，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要好好去想想啊，古人有智慧，我们现在人没智慧啊，不能跟他相比。那么下面呢，有个六道轮回，这六道轮回我们时间快到了，恐怕没有时间跟诸位详细做报告了，但是这个提纲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告诉你，轮回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么四必须要亲自见到，你才相信啊。见到了，你见到了，你相信，你跟我说，我还是很难相信啊。一定要亲自见到，甚至你跟别人讲，也别人也未必会相信。我在很早的时候，一个朋友介绍我认识朱金洲老居士，朱老居士也是大我39岁。他跟张家老师跟李老师同年啊，祖父辈看到我呢，真的把我当小孩看待啊，很慈悲跟我讲故事啊，完全讲他一生亲身经历的轮回故事。啊，他亲眼看到的。他告诉我一桩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他的著述里头都写的可以找到啊，朱老居士的这个著作的时候，里面他有这个报告，写得很详细。这个清朝末年，也就是民国辛亥，就辛亥年正月啊，辛亥革命是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才革命成功啊。他说在这个正月的时候，在他的家乡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们家乡有一个举人啊，中了几个举人，这个举人很孝顺父母，因为他是独生子，所以没有做官，在家乡照顾他的父母啊。那么他还有个小孩，年人也很年轻，小孩很小，务农读书啊，过着很平淡的生活。所以有一天呢，他中午睡午觉，睡午觉就做了个梦。那个梦很真实，不像是在做梦啊！有一个人到他们家里敲门，敲门，他起来开门，而是做梦。有个人送一个请帖给他，说是我们大将军邀请你，请你过去一下。啊，牵着马，牵着上马，他就纳闷：我一生从来没有跟官府人呢结交。哪来的将军？他说人催的，你先上马上马。在没办法的时候就骑上马，那个马好像在空中飞，不像是在路上走的样子。啊，过了一阵子到那个地方。啊，将军呢好像在升帐。啊，就是这个处理这些事情。啊，他就打听这将军是谁。人家告诉他是岳飞。哎呀，他是岳飞，那我不就死了吗？这还得了啊！我上面还有父母，下面年轻的妻子还有儿女，我不能死啊！我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有人看到真的，岳飞升座了，升座，准备表法，还去打金兵，那金兵是满清人嘛？你看那个仇恨还在，这么多年还在，要去讨伐。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军事会议请他担任秘书做秘书的工作他就向岳飞诉苦，这个家里人他说不要紧，还有半年的时间，我会让你回去，你去料理家事他也感觉到很荣幸，有
有这么个机会啊，能跟岳飞在一块共事，是吧？这是他心目当中非常佩服的人啊，所以他也就答应了，岳飞就把他送回来，派人是小鬼送回来。送回来之后，他醒起来很纳闷，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家人。他家人在做梦啊，他不想做梦，这太真实了啊，太真实了，不想做梦，所以就认真准备后事。还真的，半年以后，那个人又来了，啊，来了之后，他家里知道了，父母也就晓得了，跟他父亲讲，父亲不答应，他说是，看他父亲说的很有道理，人都是要生死，啊，死了之后啊，能够跟民族英雄岳飞在一起的时候，这还是很难得的，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他父母也就勉强答应啊，那么家里还请了一些客人。朱老居士是很年轻，十几岁，他也去看啊，因为距离他们那个村庄不太远啊，他就看，看到好好的人没生病，他怎么死法了啊？那么这时间到了，这小鬼来了，他看到了，告诉大家，告诉他父母，来接我的人在门口在等我。他父亲很生气，骂了我就一个儿子，你怎么这还把我这个家人都丢掉的时候，你要咬他去？还是他儿子劝他父亲，他父亲不必了，人都有死啊，何况这个我们要认真斗也斗不过鬼神，没办法，是吧？所以不如啊顺从好了。他母亲就父亲就说吧，好吧，这一句好吧，他就断气了。再讲，你看看，岳飞是宋朝时候的，现在做鬼王，啊，还要去讨伐金兵，辛亥十月，这个是个革命，推翻满清，他就想，哦，原来我们人间没有动啊，鬼神半年前开仗了，就开打了。千真万确事实啊，他父亲啊，这个是他的岳父，朱老的岳父是章太炎，这是中国的文学里面很著名这个文学家啊。章太炎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耀大帝的判官啊，这也是真的事情。你看他都不相信，就是相信不踏实，就是不能承认他没有真有这回事情。他什么时候真相信的？他说他在抗战时，在四川，在重庆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做西康四川两省税务局的局长啊，他是学财经的，学科学的。他说有一天晚上打麻将，朋友打麻将，打到深夜啊，大概两点多钟才散场回去了。回去在路上，因为那个时候路上有路灯，路灯是20只光的灯，只能看到一个灯影啊，那是光度很微弱的。啊，他路也很长，大概要走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回家。在路上呢，就看到一个女孩子走在他前面，他也不在意啊。走了半个多钟点，他突然想起来，哎，深夜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单独出来？他立想啊，寒毛直竖。再仔细一看，前面那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就吓呆了。亲眼看到，他才真正相信有鬼神。这是他学佛的因缘，他就告诉我。他怎么学佛的？啊，他这些故事太多了，说不尽啊！这常常给我讲啊，真的一点不假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印了一份这个资料，是外国人啊，从卫斯美国卫斯博士的前世今生里头摘录下来。他有四本书，这四本书我都很仔细的读过，是真的，一点不假。啊，所以轮回千真万确啊，知道轮回就知道自己永远不死啊，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生死
是我们身体有生死，一般人说灵魂不死啊，但是灵魂并不是真正自己，灵性不灭，灵性是真的啊，永恒不灭。那灵魂什么事呢？灵性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灵魂啊。所以说迷惑了的灵性就叫灵魂，灵魂出不了六道啊，超越六道了就不叫灵魂，叫灵性啊。所以执着分别执着不能不放下啊，分别执着不放下了，那就是灵魂，灵魂不能变成灵性，放下分别执着，灵魂就是灵性啊，不生不灭啊，一直到回归自性，那就是圆满啊。佛家的教学是希望我们回归自性，回归常寂光啊，这才算是究竟圆满。今天时间到了。